面粉，我用的是高筋面粉，因为我喜欢吃比较有劲道的。一些盐，我加一些五香粉，这样就可以了。酱料，这个甜面酱，些许的蚝油，嘿，我可以放一些这个蒜蓉辣酱，加一些些的清水，然后把它拌匀。加入糯米粉，少量多次的加水，
上一支视频 PO 了之后呢，有很多朋友留言说他们也是2020年做了妈妈，有些呢现在正在孕期，会今年生。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我给南瓜买的一些零食吧。这个是 Baby Bellies 的，这两盒是一个口味，是蓝莓味的，7个月就可以吃的。它这个呢已经开吃了，然后这两个呢是10个月以后才能吃的，我把它拆开，但是我还没有给它吃。我现在帮它买零食都会看里面是不是有糖，这个是没有任何糖分的，而且它是玉米做的，不是大米做的。我之前给它买的是这一种，就是Happy Baby 的这个磨牙饼干，但是这个呢是含有糖分的，而且它是大米制品的。我后来就给它停吃了，没给它吃，现在我在吃这个。南瓜从5个半月开始吃食物嘛，那我们家很少吃米糊，大多数吃的就是燕麦糊或者是谷物糊，米糊只吃过2-3次吧，因为我们的R1也说米糊尽量少吃，所以我几乎没有给它吃过米糊。那还囤了一个是这个牌子，这个牌子是卖羊奶的，这个也是玉米制品，适合9个月以后吃的，外面有那个羊奶芝士，然后呢也没有糖分。我看网上说就是这个非常的香，所以我想给南瓜试一下吧。南瓜，这个是什么呀？打开，我们打开啊。 It's a frog， 青蛙。 C for carpD for dolphin, E for elephant, 大象，F for fox, G for goat, H for hippo, 河马， I for iguana, J for jaguar, 怎么躺下了？躺下很小蘑菇了吗？买了一件 Kupos 的这个衬衣，是蕾丝的，收到以后非常的满意，所以迫不及待的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蕾丝的衣服，但是它是非常厚实的那种蕾丝的感觉，质感非常非常的好。它这个是有一些些的小高领的吧，然后袖子呢是有点泡泡袖的，不是特别的长，可以穿个高腰牛仔裤。我买的尺寸是中号，因为 model 穿的是小号，我觉得我没有 model 那么瘦，所以我买的是中号。然后呢买了这个寻的刀具，买了一套这个3把一套的，等一下 OK 这个一套我买的是 premier 系列的，然后还有一把刀呢是比较特别的，等一下我把它拿出来啊，是这一把，这一把是 Nakiri， 我买的是 5.5 inches 的，它还有一把是 6.5 inches 的， 6.5 那把好像是 classic 的，然后 5.5 这把是 premier 的。订了个 Uber Eats， 很久没吃的蛋糕，这个拿破仑以前是好像没有 berry 的，现在都是有 berry 的，以前有两种选择，真的是好久没吃了，疫情期间就没有吃过。有一个破了，把蛋浸在卤汁里面过夜，明天早上就有溏心蛋吃了。
这个蟹肉也太多了。拌匀蟹肉拌面，可以再倒一点醋，要不要？一点点就可以了，不要失手。做个草莓果酱，草莓洗净以后呢，把上面的这个蒂子切了。我做草莓果酱会用一整盒的草莓，其实一点都不会多。稍微大一点的，这种大只的就把它再一切二。不是很大的，只要去了叶子就可以了。接着就是放糖，放入差不多三分之一草莓量的这个糖。然后把它静置3个小时左右，草莓就会出水。出水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做这个草莓果酱了。3个小时以后，这个草莓就出了很多水。然后把它放入一口小锅里面加热。做这个草莓果酱不需要加一滴水。这个草莓煮开之后呢，上面会有沫子，如果你比较讲究的话，就把这个沫子撇去。我有时候会撇，有时候不撇，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关系。那就中小火慢慢的熬制。南瓜，你看妈妈在干嘛？妈妈在熬草莓酱呢，香不香？闻上去是不是香甜香甜的啊？你不能动，你不能动啊！啊，抱着你。
这个果酱开始变稠了之后呢，最好不停地搅拌它，以免粘底。然后果酱的稠度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来，有些人喜欢稠一点，有些人喜欢稀一点的。一整盒草莓熬出的果酱也就这么一小瓶，把它自然冷却，冷却以后就放冰箱。你吃面包的时候啊，或者是喝酸奶的时候都可以用上。有草莓的果酱。今天的晚餐是三素一荤，荤的是白斩鸡，做了个白斩鸡，然后这个是蘸料，然后用煮鸡的汤做了鸡粥。素的就是这个是炒时蔬吧，里面有佛手瓜、菌菇、鲜腐竹、甜椒、白灼西兰花，还有一个四季豆。